州这个小莲花的比赛，整个是按照一个规范的国际赛事来运行的，那么达到一个洲际办赛的水平。首先从场地的环境来讲，场地的灯光、场地的多媒体、场地的以及运行团队，还有裁判员以及球童，他们都非常的专业。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会这样的比赛，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。